这是心血管引起的，治疗好的。然后这是小指心跳，这是头、手、两只手、两只脚都有了。你看，两只手短短的，两只脚在这里。36周头比肚子大，36周以后肚子才会比头大，所以他现在都是大头大头。看一下彩色的。这个彩色就是中山高了，就是只要动脉。我看一下心跳。看彩色版。好，可以。这是心血管炎治疗成功的一个个案，现在是9周。两只手，两只脚，这心跳好大哦，头在这边，彩色版。快进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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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个人给他。你这个要在生产前2天停肝素，然后48小时之后一定要生产哦，所以可能剖腹产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哦。肝素要先停掉。先停2天。你不能超过3天，超过3天肝素就没有作用嘛。嗯。啊，但是你2天之内，它要被血浆、血小板。嗯。万一如果说血崩的时候要打的，好。不可以剖腹产。可以啊，剖腹你一定要剖腹的啊。然后他说，就是日子快要近的时候再来，我们再来讨论的。好。体外他应该要剖腹啊，因为你停肝素之后2天就要生了嘛。所以如果2天生不出来，就是要剖腹，因为要在那个肝素保护期48小时之内生产嘛。这是他的论文啊，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好，要生你的下次再说喽。你还要陪他在这里哦。我可能要开个安胎药给你。我觉得你在工作的样子，不吼，下次你有这个步数吼，不是找我，要去找产房。对，我的一天打2支肝素跟有吃阿司匹林跟类固醇吗？奎林，3种都有嘛哈。对。吃奎林、类固醇跟阿司匹林，一天大概打2支，这个要打到生奶，要打600支，辛苦你。嗯，没有。这次肝打肝素还是有效的。哦，8周有心跳，比之前6、7周没有心跳。来，还要再吐吗？吐，先吐一下。照顾，要吃照顾。嗯，会。这个当中有去挂啊。急诊掉没有？哎，嘉正，你那3张是福建的还是台湾的？哦，那是福建的。因为我们是来自于泉州。哦，那看起来你们以前是？因为我们是福建闽南王的后代。闽南王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想想看哦，闽南王，闽南王。闽南王，闽南王是，好像有一个闽南王，好像有一个名人是谁啊？哎，可是那时候轰的时候，闽南王是一个人呢。王审知啊？啊？王审知在那个五代十国的时候。王审知啊？我看那个，不是，我是说那个建筑物之保留得很好呢。这小孩子，这个是头、手、脚、心脏。你看，现在真的是人模人样，有没有？头、手、脚，这是古时候的那个软黄囊，我都叫它便当。那第二个部分呢？第二个恐怕被它压到扁扁在这里，不成人形。你看，大的这么大，小的这么小。因为他没有在制造新的水，他羊水一直出来，所以把，
快要看不到它了啦。那这里有个小尖尖，就是羊，我们说羊水就是这个，外面这一圈是绒毛膜，这是羊膜，羊膜是白色的部分。这个写一个小圈圈有没有？啊，对对。然后帐篷 ，amnio， 那就是空鸟。我最近就有一个，这个房子里面有两个 amnio， 就是同卵双胞。那弧形是心跳，心跳哦，没有，我还没有测多少，这个我用彩色。红点就是它的血流最强的地区，双胞。对，通常心脏啊，或者是子动脉，有点像是中央高、中升高。真的是万马奔腾啊！现在都很好，所以这个叫头。在三十六周以前哦，小孩子的头比肚子大；三十六周以后，肚子还要比头大。那头这么大，肚子这么小，所以左边是头，右边是肚子。对对对，这是头，这是肚子。那中间那边有一个黑色，那个是我们的脑 ventricle 脑室。通常我们是量头到屁股，因为它像一个瞎子，我们没办法量全身的长度，所以我们量头到屁股叫头臀径。头臀径六点五就是它的周数嘛，所以现在3.3加六点五九点八周，现在是10周。对，如果依照你们的算法是。第九周的第零天，哇，它6.8周，9.8周表示比我们一起来更大，这是好事。怕大不怕小，不怕大了，就它比较小，但是麻烦，表示染色的异常。好喽，所以现在是6.5公分，3.3公分，加6.5，那是一个公式，就它头到屁股距离加6.5。就是它的周数，如果它是3.5公分，那就10周。它现在3.3，9.8。医生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你好像有剖那个法国那个女生的事情。对。他那个是怎样会产生这样子？不明白。我跟陈明医师跟法国那边，法国整个南法就有两个专门在帮小孩子解剖，他明天要去看报告，但是不解。不用不用不用，这是。一天打两只干式跟。有吃阿司匹林跟类固醇吗？奎宁，三种都有嘛哈。嗯，对。吃奎宁、类固醇跟阿司匹林，一天大概打两支，这个要打到生嘞，要打600支，辛苦你了。